好剧先看东方影视频道，巨好看。天之娇女一夜间沦为阶下囚，手枪上就你一个人的指纹。你们都在说谎，你们都是骗子。听说他杀的是警察局长，连自己的父亲都敢杀。炼狱中艰难重生，没人能帮得了你，只能靠自己。爸爸，我一定会找到杀你的凶手，替你报仇。牢笼外阴谋升级，我就不相信那个龙天宇不会妥协。你什么也改变不了，你也别想活着离开。鞠婧祎，人只有自由才拥有明天。炎亚纶，我绝对不会再让你受到一点点伤害。搭档金牌戏骨，冲破迷雾，探查真相。没有法外之地，更没有法外之人，请赐我一双翅膀，就在东方影视频道，聚集你我，光影生活。